过来买虾，25。哇 ，OK， thank you， OK， thank you。Same。Same。160。多少钱？32块钱这一杯。找个方形。两个就够了吧？20泰铢，2块钱一斤西瓜。家里没菜了，就来买菜。这个大芹菜70泰铢，14块钱。包豆角50泰铢，10块钱。花生米，这是每天必备的，要油炸花生米，弄一点。100泰铢，20块钱。这个是大个的花生米。彩椒，小朋友必须吃的彩椒，100泰铢，20块钱，4个大彩椒，5块钱一个。这次买这种大肠的这种大生菜，70泰铢，14块钱。走，要一袋还是两袋啊？还一袋吧。根儿两个，1块钱一根儿。这是放辣椒。我要听我的方法。我要发哥。150，我以为是一个公斤呢，然后我问他150，然后老板说多了多了，110就可以。Nice。150泰铢，30块钱，买一袋土豆回家。OK， 洋葱蛋炒饭。洋葱蛋炒饭，嗯，是我闺女爱吃的，看这味儿，特别香，做的超级成功，好吃。哇、哦！再来一个啊，来一个啊，又麻又辣，但是不那么咸，不那么油的，超级好吃。嗯，香。